个女孩从远方走来，脚步有点奇怪，看不清楚她的脸上是幸福还是无我的日子也即将到来，上帝奇妙又无聊的安排，这种感觉你们男人怎么会明白？我不自在，我不自在，我不自在，这种感觉你们男人怎么会明白？我不自在。我的身体在等待自由，我的脚趾在等待自由，我的手指在等待自由，我的冰箱在等待自由，我的衣服在等待自由，原谅我不能拥有自由，我的人人在等待自由，我的男朋友也在等待和在等待自由，我的衣服在等待自由。